世界如此简单。蟠桃又称鲜果、寿桃，原产于山东胶东半岛，是李亚科桃属植物桃的变种，叶边缘由细齿，暗绿色有光泽，树皮呈暗灰色，随年龄增长出现裂缝，从淡至深粉红或红色，有时为白色，有短柄，早春开花，近球形核果，表面有毛绒，肉质可食，为橙黄色泛红色。华东地区碧桃花期是3到4月，色彩鲜艳丰富，花型多，常见的品种有红花绿叶碧桃、红花红叶碧桃、白红双色洒金碧桃等多个变种。碧桃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，桃树生长快，结果早，建元2年开始结果，4到5年步入高产，经济效益高，要获得真正的效益，科学技术管理是成功的重中之重。